掌声欢迎 JJ 林俊杰带来的歌曲《第几个一百天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祝大家虎年行大运，虎虎生威。你们的手好不好？现场的朋友，我把爱铺成蓝天，让不安的你一抬头就看得见。我把心烧成火焰，让怕黑的你拥着温暖入眠。我笑得时间如雪，有时候会覆盖一切，但是这爱一如倔强会重生的绿叶。第几个一在2010年，不管过了几个一百天，都可以每天的幸福，每天开心，梦想成真。谢谢。我把心烧成火焰，让怕黑的你拥着温暖入眠。我笑得时间如雪，有时候会但是将来一如倔强会重生的绿叶。第几个一百天还是很有感觉，用眼睛去塑造你内心的世界。第几个强有的固执冲动，我也会拥抱你，安抚着体谅你，心疼着我。管过多少一百天，也想看热恋，两个人守一切，用命运都改变。当守护变信念，连泪水都很那我们知道 JJ 今天来到这个现场要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跟我们一起拜年，对吗？对。是怎么特别方式呢？今天呢特别用不只是一首歌，哇哦，也用自己的这个文字送给大家两个字。要挥春吗？对对，要挥春。太有才华了 JJ， 不但会唱歌还会挥春哦。对自己的字体虽然是没有写的不太好，天哪，这么有才华，用这样的一个成语送给大家。
两个字好了，是，也是我专辑一首歌曲，叫《加油》。太湿了吧？那你平常有边挥春又边挥拳吗？啊，我比较会挥拳的。哇哦，娟姐真的是太有才华，媲美我们江南四大才子啊，是唐伯虎嘛，唐伯虎，真的是我们国人的骄傲。好，第一个字已经出了，一个字是加加，很漂亮。那到底第二个字他会写的是什么字呢？哇哦！太棒了，对，当然、就是、加什么呢？到底他要加什么东西呢？加油！来给我们看一下，帮忙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来来来，你哪加我哪。好，来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为什么要写加油呢？因为我觉得在2010年，我们有很多新的梦想，很多新的挑战，我们大家都一样，不管在什么领域当中都要加油，所以祝大家可以在新的一年里真的要有勇气去挑战。是是是，难得来到牛车水哈，跟我们一起迎接虎年。我可能只唱一首歌吧。对对对，所以接下来要带来另外一首歌曲。什么歌曲？叫做加油。加油，欢迎带来的加油。加油，欢迎，谢谢。 Yo, come on。不是上天开的玩笑，地震是你想和谁拥抱，什么是生命中的微笑，轻易放掉却不知道，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。说一声加油，一切更美好，所有的悲伤请往边靠，曾经流过的泪湿了伤口就让阳光晒个冷，需要手牵手我们一起赛跑，说好不见不散，每分每秒守候你到老，拉近距离来为大家加油一下好不好？Yeah, 就像是 life goes on， 这过程或许痛，只管顺流或逆流，你总得抬起头，让我们一起走，走过艰难。发现你爱的人到处跑，昨晚刚生着今天被吵，莫名其妙，谁会知道，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？一定是你想和谁拥抱，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，轻易放掉却不知道，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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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牵手我们一起赛跑，说好不见不散，每分每秒守候你到老。Yeah！关关是难关，但我们关关过，雨后天晴天，阳光在天空闪闪烁，出现了彩虹，忽然间我们猜到，如果这是一场马拉松，让我们一起加油。湿了伤口就让，湿了伤口就让阳光晒个吹，再次祝大家在2010年我们一起加油，谢谢。